线救灾人员大解密。一对情侣上去游玩伞看星空，那女生开始会有高山反应，男朋友就赶快出来求救。本来要求婚，后来变成求救，要救她就只能背她下山，背四个小时。天哪，对，弄一个软架，用那个树枝衣服把它串起来，人放在中间。盖秀，盖秀，今天晚上10点，两集大跟班。